现在没亮吧？没亮了。哇塞！还是蛮冷的嘞。会不会起太早啊？不会的，往年那个妈妈说她有三四点钟就去的都有哎。啊。我们现在是5:44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天亮了啊。好。看看妈妈起床没？妈妈应该比我们起得早。又起来了。我听到下面有动静。早也买不到早饭了，我们泡点热喝牛奶跟蛋去，带一罐，我们当时分着吃。好。这还比较方便，喝下去也暖和。哦。对，暖和，主要暖和。冷吗？哎，妈妈连妈坐下来。哎，对，杨姐。哇，你洗呀、啊，你都把它洗干。哦，洗了这不是你哎。昨天妈妈就把这个米浸下去了，我们今天准备榨20斤年糕。啊。姐不做怎么对的？16斤的野米，4斤的糯米。哇。榨20斤。对，过20斤。比去年多是不是？忘记了。不吧。差不多，每年都差不多。啊、我来呢。我们先拎出去。这么多呢？好，叫人。啊，我来。我来洗，我来洗，你们不要来洗，已经冷。妈，你怎么洗干了？我洗干就带的。嗯，你们快洗干，我要洗啊。先洗啊。今天人很多吧？反正每一年都很多人的，今天不知道，到时候去看一下。别跟我说，等一下我们这么早过去都是排成长队了。反正早点去吧，早点炸好，早点回来嘛。我记得以前都要排一整天。对啊，很浪费时间的。嗯。哎。哇，这个球刷了，这边掉线了，去刷了。去爸爸来。啊。我们已经到镇上了。到镇上了啊。贴一会儿就亮了啊。走了。他这里修了一座新桥嘛。上次还没有这么好看的啊！去年来都没有。一个军营两分了。这妈多菜。排队排队，有这么多叔叔婶婶在这里等了。哎呀！前面这么多。前面这么多。是那几点里个？那点边啊？这我想我那个。哦，还每天都有小垃圾不？都是我拿去了，你下几点？啥几点哦？几点补给啊？7点钟就补给。7点钟就补给吧，俺去接不？都快抓好不？嗯，那个都抓起来不嘛啦？抓奖抽的年个，俺去几块？抽的奖啊，俺你。抓几块嘛？20块。20块啊？那么多嘞？今天7点多补给个啦？都要几点啊？干锅点。干锅点？好，还久久不？妈妈接。第一批在炸年糕的已经好了，这个叔叔第一个啊，他都已经可以回去了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轮上了啊。兄弟，你养个嘴巴贵不嘞？啊，你嘴巴贵不？几久完了？嘴巴贵不？嗯，儿子都管肚包啊，贵不？你母年是。
糖浆，还带了黄豆粉，来给你。都有点饿了，等会儿给你弄上料。弄上料，哇，好香哦！糖浆给你稍微少放一点点啊。嗯，稍微少一点。热乎乎的，现在最好吃。现在最好吃啊。嗯，肉香肉多肉甜。今天吃最厉害，还带点东西过来。哎，阿伯给你吃。哇塞，嗯，热乎乎的好吃啊。嗯，这冷天气冷也冷得太快了，主要饿了。嗯，饿了，不容易啊。不容易。七点钟到现在，快一点了啊。嗯，但大家就是冲着这个兴头啊，大家炸年糕就感觉年味越来越浓了。嗯，很巴适。王姐买这个的。对啊，这样子能捏在一起。方便点啊。小红帽要不要让我来？来来来，换我来，换我来，放放放放放，来，回家喽！回家喽！花了六个小时，真的，炸个十斤也是这样。但是炸多一点。哎呀，太浪费时间了。